哎、欸，你好，我想要报案。地点在什么地方？我在西。哎，是车祸吗？对，我刚刚不小心在停车的时候撞到那个路边的机车了。还没有人受伤啊？没有。好了，各位，我刚在停这个路边的时候，我不小心去 A 到前面那个斜岔的机车了。我们等等再看看好了。靠！各位啊，我现在已经到今天要下榻的民宿了啦，只不过我们刚招手竟然发生这些放送事故啊。哦，还有在他车厢里留下纸条跟一些小心意赔偿金，反正后续有什么事情就跟你们分享。那等一下啦，我要准备休息一下了，我们晚点再出去搞一搞吧。晚安了啦。大家好，我是偷刀。是说我现在来到了水世界钓虾场。哦，没有想到这个钓虾场，它居然不是在中港路上面。好不好？你看，隔壁这里是中港路。然后结果这个钓虾场的入口是在这里。所以你们真的要来的话要注意啦。那等一下齁，我还要揪别人一起来啦。等等一起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好，我们今天钓三个小时公虾池啊，因为我们今天人比较多，钓久一点也许会比较够吃啊。好了，各位加油啦！来吧，水落。时间一点一点的走，结果没想到经过一个半小时都钓不到虾，哪样呢？哦，中了！哦哦哦，终于中了！哦，好大只哦！哇，好了，今天他这一池啊，他都放大公虾了，所以我觉得有点难钓啊，因为虾子越大，他放的数量会越少哦。哦，他手，够长。好像有讯号喽。哦，有。哇，手
好熟悉啊、欸！各位，太幸运了、啊，今天终于有拉到的感觉。浮标好像有讯号喽，来吧，孩子。OK 啊，各位，我们看一下，这只是勾到雷达板的，但游起来就好了。蓝军三号，雷八，请收下杆。那我们去收杆算个虾量吧。淡水虾跟手臂一样长，十，先钓三个小时有十只虾，归零。哎，一斤12两哎，哎呦，我觉得以600多块的钓虾场，这样钓三个小时有这个量 ，OK 了啦。哦，那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些虾子拿去料理料理，带回去一起吃吧。OK 啊，各位，我现在已经回到今天下榻的民宿了啦。是说，今天我们把那些泰国虾吼拿到小佑他家去吃掉了啦。只不过今天小佑跟佑嫂他们觉得说我跟他们吃虾子应该还会肚子饿吧，所以他们又帮我准备了东海莲心冰，还有东海这些鸡脚冻跟卤味啊，哇、哦，就甘心嘞，感谢他们啊。爱情的比我想的更靠期待，来吧，我比尔敬各位。嗯，这就是台皮啊。那我先吃看那个鸡脚冻啊，鸡脚冻的东西哦。嗯，就是要卤的这么透烂才好吃啊。嗯，这时候配的啤酒吃了这个鸡脚，这种享受是平民中的五星级享受。接下来吃看这个鸡胗，它在卤制过程中，我感觉到它有加入些许冰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老姜。因为在咀嚼的时候，我有感受到它有一点辣辣的香味。这种辣不属于辣椒，而是属于温柔的老姜。它卤得非常的透彻。
还有这个，这是我最爱的沙茶豆干啊。我们来试试看牛肚。那我这个拿去加在牛肉面上面，哦，这会非常完美耶。那用这一罐伯克金敬你们。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拜拜。不好意思，我交通队。嗨，你好。那个对方说没怎样，不用处理了。哦，是哦，哦，好的。OK，OK，那就这样子好好，谢谢你，拜拜，拜拜。